欢迎收看《世语专科》。这次我们要去钓油带，不用铁板路亚，改用天涯。带我们到哪里去钓鱼啊？红杠，红杠，钓什么？钓油带，油带，现在几米深啊？船在100米，100米哦。哎。啊，钓50-60米跟20-30米。油带鱼的警觉性高，吃饵喜欢用啄的，非常狡猾，必须掌握阳竿的时机才有好收获。用天涯钓狡猾的油带鱼，竿线的敏锐度非常重要。有鱼。我们来看另一段画面，从下饵鱼来到饵，阳竿没打中鱼，重新抄竿诱鱼，引诱油带来咬，然后阳竿中鱼。天涯用我当的呀，40号的天涯。来，他说我来咬会是什么状况啊？停的时候，有要咬一下哈。对。是会扣扣扣吗？还是怎样？会有扣扣的感觉。很狡猾啊，这个白带鱼。中了哦，中了，中了，大尾还小尾啊？中的，四只，想要鱼油带鱼，斗智斗力的钓友。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出海试试。祝各位丰收，我们下次见。这是什么卷烟器？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是新款的铁梭罗。铁梭罗新款的。5的规格。它的结构是全铝合金锻造，有一支加长的摇臂。这大小看起来不会很大哦。虽然不大，但是它的线容量有2号350米左右。然后它有新追加了一些功能。哦，第一个是它出线会有声音。这样的话，在重出线的时候，不用看线背就知道有在出线。另外还有锁死的功能。哦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锁死。